坠楼产生的死亡就是正面人的坠楼了。嗯，啊，引起啊，我听讲是干嘛救护车，一把刀嘛，无上去嘛，无拖，大概嘛，无出回啊。啊，所以这人，那怪怪嘛。所以不可能是从10楼，因为也没有那很大的声音。对。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低楼的？低楼发下。可能是很高的。他一定电梯应该有监视器嘛，都觉得某些原因，可能底下楼梯下来。我一直在考虑，他会不会是找他上10楼？ 然后给他喝啤酒，里面有药，他吃了，可能知道会死嘛。哦，对方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一抓把他抓，抓抓抓，从那楼梯抓，那个家，抓天了，重新去找他真的坠楼是在哪一个楼？哦，你再讲啊，10楼就10楼，不是安尼，你赶快去找，真正的10楼，因为这当采指纹嘛，伊个光滑表面嘛。